1米9闺蜜给我量了个眼。撒泼妇啊，还开豪车，你肯定把不住了这个。我加油，我加油。来了来来了。表妹。啊，女的。你俩谁是啊？他是。你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。我着实也没想到野王能是个小姐姐。嗨，打游戏嘛，开心就好。遇见不靠谱的男的，还不如自己当野王。有道理啊。撒泼啊，这话我喜欢。知道吗？走。啊、不。这个挺适合你的，这个空好、哎、这个 YSI 手机壳1966无法复刻的红酒，我觉得跟你气质很搭，你试试。果然很适合你，好看好看好看。我的小黑胶302也好看，真是遇到这么适合我。那你一路了，不是遇见女王有吗？这哪个谁啊？什么情况？怪不得打游戏从来不带我，和在外面找新欢呢。那不是一个位置没法认错啊。而且我是女的。对对，她是女的，我证明。我是她男朋友，我是什么特别性的。现在是前男友了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早就该分了，靠男人施舍不如自己做王者。嗯，格局啊、哦、谢了，拜拜拜拜，有空再开黑啊。哎呀，马某人有新朋友了。哎，给你，我不要跟他一样。哪一样了哪一样了，你怎么拔了拔了，哪一样了哪一样了。和闺蜜吵架了，一整天没有吃饭。你干啥呢？陈列。我，马明。没吃。那我出去吃。啊不吃了。你啥意思啊？安慕希5克大麦酸奶啊，好吃又有营养，你不是最爱吃了吗？我说你干嘛骂人？这个是求和的意思，这是我向你求和。有什么话就不能直说吗？哎，直说直说直说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和可乐，当你吵。去年跟我分手的前任来找我复合了。我前女友回来了。你咋了？还穿成这样？咋的？我不能来呀、啊！我一直这么穿，谁让我也这么穿，睡觉我也这么穿。这是我闺蜜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别拘着呀，吃个剁椒八爪鱼，凉拌花青大萝卜，爆炒豆腐渣啊，专门为你点的。干啥呀你？我来喝水吧。别多想，兄弟，我没有要提醒你的意思，就是单纯的警告你一下。啊？不是。你每次惹他哭，我都给人收藏记着。我给你收藏了。那个他说话直。别怕兄弟，只要你不犯老毛病，对我闺蜜好，肯定啥事儿都没有、啊。好，一定好。这个好吃，多吃点。他不爱吃甜的，你不知道啊？是这样，我最近脸比较黄，所以该少吃甜的。没关系，你怎么样都好看，我就喜欢。哼，啥好话都让你说了呢。啊、嗯，刚给你买的欧莱抗糖小白瓶，抗糖减黄性老好了。但你他不怕吃甜食吗？嗯。哎呀嗨，都绷着干嘛呀？来来来，吃。我跟你好吧？好，哪点都好。当然。所以当时为什么分手？现在为什么复合？分手复合谈了几个？哇，闺蜜爱装叉的朋友要来家里做客。干嘛呀？他天天跟我出去吗？你还拿牛王四招待他？就是他爱装，咱就比他更装。我先吃，别跟没吃过好东西似的。不行，能不能进吃点啊？先吃，啥？吃吗？不吃不吃。有那味儿了啊，不过你还少些许的悲愤。天天帝王蟹，顿顿懊恼，这世界上过的日子。
也不怎么样。你除了生活轻松点，手头宽裕点，出门排场点，没什么特别。是吗？家常便饭，别介意哈。是帝王蟹哈。帝王蟹。我刚刚在游艇上吃的就这个，也不怎么样。你们吃吧。好嘞。哎，不吃不吃，天天熬粥，顿顿帝王蟹，这是人过的日子吗？是不能多吃啊。那可不咋的呢，这玩意儿吃多了容易中风，嘴歪眼斜流口水。哎呀，还不如多吃点零食呢。我囤的奇多鸡米花脆，外脆内酥，绝妙口感，哎，还肉感十足，非油炸食品，不用担心发胖啊。你要不要？瞧你说的，人家不饿，吃饱了都。而且现在从左下角奇多鸡米花脆啊，立即成型。恩聪，上市等我敲钟。行。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哈。哎，你别弄埋汰了，不好退的。哎，就走了。马哥今天大出血呀、啊！哎，为了功利嘛，洒洒水。你妈！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怎么了？这是我在饭店花21小时租的。和闺蜜们一起看恐怖片。不是，我说你俩咋不害怕？把眼给我遮了！当代年轻人啊，一个熬夜不睡觉看恐怖片，看的时候还不睁眼，这谁提的？要不咱细睡吧。算了，反正咱床底下没人。刚才那男的这么说，然后他就问着他，他唱歌啊，熬两嗓子就不害怕了。大半嗓音不好吧？来，别客气啊，别客气。我把咱左右上面邻居全叫回来。来，你们唱着。哎呀，对呀，在家 K 歌就用唱吧 K 歌宝，头大声音好，一键互联贼方便，音质嘎嘎好。哎，10月1号0点，各大平台全线低价抢，再多囤几个。哇，那就是谁的眼神锁定我？是谁的眼神锁定我？却把两个的苹果，这是从你恋爱生物，别当你话和笔数，每人几点急着爱火，别站在原地没动作，我只泄露一点线索，是谁为爱走钢索？是谁的眼神锁定我？拜拜。哎，5点了，还得睡俩点，不耽误上班。千万别想早点就成天了。是谁的眼神锁定我？